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昨天晚上藤向 Hyuna 求婚了。 2月3号晚上，藤在 IG 上传了与 Hyuna 戴着情侣戒指的照片，并留言 "Marry me"。而过不久 ，Hyuna 就转发了这个 IG 后留言，当然是 Yes， 接受了藤的求婚，长达6年的公开恋爱，终于要开花结果了。哇，太好了，两个人真的会幸福的生活的，两个人看起来是真幸福，所以好喜欢。希望能一生幸福，真的真的恭喜你们，两个人的灵魂好像是绑在一起的感觉，要幸福。两个人就好像是为了见面而出生的一样，恭喜。然后一看就觉得跟两个人很相配的这个戒指，是一个叫做 Tilly James 的品牌，价位也在100到200美金之内，所以也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当然 ，Hyuna 藤是克制化的戒指，稍微会更贵一点。不管怎么样，真的非常恭喜 Hyuna 藤两个人，希望也能早日听到结婚的消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日本 Oricon 2月1号发表的2021年在日本销售额最高的歌手排行，10位 PG，9位 Kiss My Put Two，8位 Official Higedan Legend。 7位 YOASOBI， 6位 Ogizaka Sashimyo， 5位 Stones， 4位 Arashi， 3位 King and Prince。 2位 Snowman， 1位 BTS。 在 Oricon 排行开始之后， 2020年是第一次由外国歌手拿下该排行的一位。另外在 50位 内的 K-pop 歌手还有 11位 Seventeen， 15位 Twice， 31位 Tubatu， 33位 NIPON， 43位 NCT 李奇。哇，防弹真的是写下了新历史，防弹很厉害， Seventeen 也很厉害，然后10位的 P.Z 也是真的一直很红啊，出道22年能拿下4位的 Arashi 也太厉害了。接着我们顺便来看一下历代在该榜单拿下最好成绩的 K-pop 歌手们，15位 2013年 同邦新野， 14位 2014年 同邦新野， 13位 2016年 Bigbang， 12位 2011年 소녀시대， 11月 2012年 소녀시대， 10位 2005年 보왕， 9位 2011年 카라， 8位 2019년 방탄소년단， 7位 2019年 Twice， 6位 2018年 방탄소년단， 5位 2003年 보왕， 4位 2009年 동방신기， 3位 2010年 동방신기， 2位 2020年 방탄소년단， 1位 2021年 방탄소년단。 接下来我想对子瑜0614 once 这位 IG 主道歉，在之前的影片引用了这位剪辑的素材，但是忘了加上来源，真的很抱歉。虽然已经有跟本人道歉，但是还是想透过影片再道歉一次，以后在做影片的时候会更加注意这个部分的。